黎明新歌顾家 MV 出炉，陈柏宇、林海峰、胡枫客串演多功能暖吧。黎明 Lian 在父亲节前夕推出新歌顾家，并预告与陈柏宇、林海峰及胡枫合作。MV 在今日7月1日正式推出，三位好爸爸与其他演员以不同职业形象示人，而场景只有四道门，与宣传期间短片设计相同。Lian 今早10时于 Facebook 上载 MV， 虽然在平实的场景下拍摄，没有华丽画面及动人故事，但影片在短短7小时已有超过190,000观看次数。今次 Lian 更邀请各行各业的素人参与拍摄，他解释顾家其实是每一个出来工作的人都会有感受，希望大家继续努力，继续顾家。Lian 在 MV 最后更亲自录制一句我回来啦，不少网民觉得十分窝心及感动。